手强势拆除围篱，不过有些早已被强风吹倒。卡努台风龟速前进，宜兰县吹起强阵风，五渔村外澳工区的围篱全都遭殃。在拆的过程当中，风气是真的很强，很强哦，就是一并把它拆除。强风影响下，宜兰市东港路和女中路口的巨大交通号志杆整根断裂，横挡在路上，红绿灯号志全都破损，一度影响双向交通。突然听到嘣一声，然后就倒下去了。然后我们出去看的时候，就是有一台摩托车顶旁边，还好没有砸到。宜兰吹起强大怪风，民众赶紧派大吊车拆除大型广告帆布，就怕有意外。风大浪也很大，乌石港卷起一波波长浪，浪高至少4公尺以上，有长浪警戒。受到台风影响，不少农民赶紧抢收。宜兰知名三星葱损失惨重，不过如果是农药喷洒期还没过，也无法采收，葱农只能无奈听天由命。葱就怕葱害，那一扫葱管就坏掉了，你要风个扫的。果皮淡绿色，外表完美的咸水芭乐是头城特产，现在正值盛产期，却遇上台风来搅局。过节大行嘛，惊炸，我就把面油啊、三根家家都来扛，无可能，一年的心血，甲即摆才拄要收成，尔都拢。台风一个接一个影响台湾，宜兰多处地方都传出灾情，民众也赶紧拆招牌、领沙包，做好防台准备，让损失降到最低。华视新闻张正惠、李世健、萧宇寿宜兰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，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